接着带您来看到吉安乡公所假日的晚间举办了户外星光电影院，乡长游淑珍和大小朋友们一起坐在乡里图书馆前草坪，一同欣赏了音乐动画电影《美声歌姬》。初秋的夜晚，凉风、闪亮的星光，还有精彩的电影演出，让现场充满了温馨愉快的亲子欢乐时光。初秋夜晚，凉风徐徐，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们自备地垫、小板凳，坐在乡立图书馆前草坪，开心的要来看电影。这是吉安乡公所举办的户外星光电影院，要让大小朋友有一个知性又有趣的仲夏夜晚。今天不是中秋节，也不是特殊的夜晚，是我们吉安乡立图书馆星光电影院之夜。大手牵小手来到吉安，缤纷吉安，相信亲情非常可贵，可以透过陪伴来孕育健康幸福的孩子来成长。您听过会唱歌的鸡吗？美声歌姬让孩子表现自我，发展自我潜能，勇敢一起来。我相信星光电影院拥有的不是看电影，拥有的是亲情、社会回馈，还有自我自信心的展演以外，更带来吉安满满的幸福氛围。乡长游淑珍表示，乡公所重视孩童的启蒙教育，建制学习场域，推陈出新，举办各式各样艺文活动。这一次星光电影院带来了听觉和视觉双重感官响应，希望可以把他儿时在庙城观赏表演的亲历感和大家来分享。未来乡公所也会在其他地点举办户外星光电影院，请乡亲随时留意乡公所的官网讯息。记者会吉安乡报道。